待て、それは何の薬だ。人呢？人在哪儿？我怎么感觉不像在抓什么人，特别像在保护什么人呢？你现在应该相信你哥哥是我的人了吧？昨天何英为什么会出现在旅馆里？你敢说跟你没关系吗？合作愉快。这个任务非常的重要，这件事是我策划的。应该是死了什么很重要的人吧？石先生，如果还想知道什么的话，不妨去我的办公室吧。派人盯着叶城。你让我帮你查的那个人，他去了大脚屿。大脚屿可是有很多共产党游击队。我来带他走。放肆！谁？